老头说，先把我卡掉了。好，谢谢。任，那你拿那个五倍券你要怎么花？看需要什么就去买什么。哦。上班买饮料给工人。咦，那么好、哦。对啊。还好有这个，你看这综合费，费交友吧吼。对啊。对对。一个月的生活费。一个月的生活费。对，一个月的生活费，刚刚好。我们所在地，我们这边领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很方便了、哦、很方便，真的。这个我们的保姆也是很好。嗯。都为我们这个老百姓服务，那不错。都辛苦他们了。嗯、要买什么？就是家电用品啊，是最好。不知道能不能加油啊？哎，这个好问题。对。本次哈、哦、就是，振兴五倍券。本所受理第二次的，继上一次那个三倍五倍那个三倍券哈、哦，比较热络。这次的受理件数是626件，啊，目前就是现场呢，就是，秩序良好。我们，现场有那个，就是背投这个一些椅子啊，给那个民众在那个等待区，哦，依序就是唱名。